西风冠军啊！哎呦，恭喜小信啊！逆转啊！哇，那你要小心啊！好不好？没想到，对，西风呢，其实就这两个哈，不是你做他了，就是我们今天的啊，最后的这个种子啊，来，小信你累计一下12,700，你庄家，加油啊！ 11，好，那4张牌庄家小信，加油，熊熊，嘉玲，奶熊，水瓶，五一八，不看，南风，好，南，大家来，大家都有，合群一点，南风，哎呀，很棒哦，大家一个，大家都不难，五花，哎呦，双三花，西风，值钱，值钱。 药品才有用，但是最起码有看得舒服啊。对，看得开心。东风，好，上对，10,000。五千拿来上加工。嗯，好，一万。白皮，跟打白皮，五个花吧。 20,000，碰一个，20,000，9,000，不错，8,000，5,000一条路。 8,000，还不好，9条吧，小白，9条，1条。 8条，3条，9万，抉择，9桶。 三条，才3条，才3条对。嗯，太，6条，太美了吧？你的酒饼，8彩，4万，这感觉痛，吃不到20,000，4万，20,000都5万，3万。 再一个9万，9万，一个人玩，真的是很烦哦，决定要开这，小鸡。 小鸡，哪个说的？流氓，流氓，8万，小皮包。 小饼是怎么打？都不打算玩，枪牌，歪胜。小饼是怎么打？对呀、啊，好难打，左边。
七条。那黄的机会很大。大饼子也不好打。对，有了一个九筒。就一个九。鼻子都没线，这九条。这黄的机会很大。二万。没人要。啊，因为我不想玩。来，我还是要打安全。谁碰？我会怕吧。没有要碰哎，没有要参考，没有参考啊，奇怪了，跟一比，场子吃不到，对，来一只一条，嗯，哎呦，看来是真的会晃的。九饼安全，大家手上都互相抓着，没事。八万，怎么写牌了？一人两张，小心哦。你试看看嘛，你试试看啊，不要不要，试看看，他很怕，要四条，我也不要玩，啊，一个人玩，一人剩两张，黄的，不用考虑啊，打条子下车，打万子也可以啊，嗯，三条一条路。他说：“你讲那么明显，这叫教观众打麻将啊，对不对？”公家叫明显点，八万没事。不好意思，真的下来了。四条，不要下。很多胡牌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不一定。哎呦，他会变化万千的，他会变，他会这样，变化万千的，七十二变哦。二万，可以耶。还被他抓死，二万，大家都打不过。刚才是抓那一张，对，也很久了。小强，嗯，哥，没有，还倒下来哦，我海底哦，二比一张，没没听没听，一张都没有啊，四张没有，是不是？还看着知道，我后来才摸到打的，不是后来不后来，因为这牌都不可能。嗯，好嘞，黄庄，好，西风冠家第二把，七蕊。啊、看四家牌，庄家熊熊，奶熊，奶熊，孙平，我一把，小心，加油，出彩，当，九饼，东风，南风，南，九慢。东风，北风，来来中，双眼皮，碰一个，八条，五花。黄忠，小白，二条，是一张，助攻了，对，六筒，嗯，这牌会碰，什么？来换一张，六条，哦，不一样，吃一张，看来是不能玩了，这个牌太烂，五饼。三口，不是，刚刚没有吃到，被碰中了。对，但是我的牌还是很烂哦。大饼，不错，发财，更大，红中，五花，
一万。碰一个。三万。八条。不老五。对杠一个。多一颗。七饼。难破。发财。三饼。三条。三六条就可以。可惜那个。啊，没有缘，嗯，没缘的他，三票，哇，大都会，五条，五花，二条。谁碰八饼？疾风，再一张五条，九万，一万万，碰过。三万，五花，六条，还有六条，七万，碰一个，白皮，碰一个。压兔子后挂，对对，八饼没有，我刚买很多头来，先不要，过时碰，春鸡，没人要的了，鸡子，三条都断了，九万断，四筒，不会是你说的，要吗？是，对对或中间而已啊。那也是有可能啊，对啊，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三饼，没吧？喂，没意义了。南风，不想要了。起来，三万。好，拜拜。什么？三六。怎么没进啊？走吧，没进。打了一个白皮碰了，对，才进的。嗯，好吧，只有屁股庄家台。还有白皮，还有白皮，还有一花三台，这一放放，他很高兴啊，还帮他算台，你看，那么认真啊，为什么回来？那算一点就多算一点，反正他放炮，他坐着就赢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三台，好，西风官家第三把，我的庄，三方应该给你了，西川，看四下牌，庄家徐乃赢，孙平。一把，小心，自摸回来。双雄，加，来，阿北，东风，南风，北，六条，碰一个，一万，大饼。南南风，西风，二万，七，小白，放一个，七万。三条，又是三条，没缘，对，每一把都没了，杀色了，每一台都每一把都打三条，嗯，
32条。小田，我的6条。9万。有一张，7万。这个。身体有的。没有啊。对，6万。哦，我后来才那个。对。3弗劳。啊妈妈妈！没想到。靠！是不是抓不动？来，7条。大饼。6饼。对，8条。好。我才6吧。6+7。4饼。2饼。好一个纸条。吃一个。发财。七。再来一张。七。服了。7条哎。嗯。那还要。我靠。不过。4七带3饼。嗯。2花，哇！惨。我打牌。哎，对。刚刚他放你一个3台，他在帮你算，那、你有没有帮他算一下？我在想，他不会算，我会算。那你算一下。双二花。哦，漂亮了，这个牌4七条带3。对呀、啊。好，西湖关以后最后一把，两个人各放了一炮给熊熊。第一把黄庄，好，你放了一个3台，你放个2台。只差1台，所以基本上没有差，对不对？无就赢，有对，就说300分是没有差别的，谁胡牌谁赢，谁放炮谁走，也就是这样子。来，对比庄家最后一把，6出，看4家牌，庄家顺平，我一把，小心，我要垫底，熊熊，那里，奶奶的熊，出彩，南风，白皮，好。对啊，刚才也这样子想。东方叫我们努力一点，因为我见东西。对，刚刚说他也这样子想。对。对。叫我们认真一点。我是不愿意的，因为如果打到你们平手，我也要多打，我时间很累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时间够了就可以了。要走的赶快走一走。我们是很冷漠的。还要录下一个节目。我很冷漠。还有下一集。还有下一集哦。9万。哎呦，一天都好几集，3集，3集。来，再不要3条。我真每一把都打，有我都打掉，爽，然后我都吃不到。1万，你就把炮。1万炮打死。来，3万。红3必打。红3必打。看大家打3饼哦，注意哦。1鸟。3饼。1鸟炮哦。碰哦。我还没碰。9饼。9条涨了。4饼。小鸟。哇，绝章。红龟啊！3饼。绝鸟。哎，9饼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假的！啊，这样太快了，太快了！这样扶起来，扶起来！我们假装你没有摸。再来一次，假装还没。太快了，对啊，那时间不够啊。
怎么办？哦，真快耶！哎，我没有喂他，小心。我知道，好不好？赶快撇清关系。我还独听哎，好快哦！你起来什么牌啊？起来，打个三张。什么？记性这么好？哇，你记性好好，你脑袋好好。我没有三啊！哇，没有五。我靠，牌那么烂了，就大牌。哦，张张进吧，张张进，张进吧。那还真赖，我两张三饼还抓一张三饼呢。我不要三条。对啊，他想说快点呢，就我自己先摸。想要快点，还在那边我自己先进个三。其实牌好烂呢。其实牌没有很好。是啊，就套牌啊。还有一张一万，五六万碰啊。对，打一万六，我一张都没有用到啊。这个连摸的。是吗？哦。会进牌很重要。牌抽不重要了。摸什么进什么。摸三独定四台。庄家。庄家。哦，他这个。哇，缺牌了。哇，小心！小心，死得太快，好吧，没办法，好突然了。西风淘汰来，起来。恭喜水平了，给我们种子了。哇，来，马上是我们的败部破绽。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。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，包含神准算命、开运商品、开运秘法，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。